可以去养伤退休了。我觉得你让我很不爽哎，麻烦你出去好不好？我不让你看小姐姐。大招会真的，你知道最后一招给你。对啊，不然你就要回位置了。加分题。大招哦，来一个劈呀翻呐。劈腿，劈腿。很多元或很多很丰富，对，有是喜欢了，情绪很满的，牺牲自己喜欢了，对啊，我觉得你赢了，然后还有痰，对，我已经降了，你每一点都不看转机，你是不是忍啊？转机都等着的，他这样子，别急，你是不是忍？你给我拿下来，你没有灵魂呢，我觉得短金可以去养伤退休了。养伤就好，养伤就好，对对对，养伤好了再回来，对不对？再回来，再回来，但是也不一定要回来，是不是？还是回来比较好。我觉得你让我很不爽哎，麻烦你出去好不好？我不让你看小姐姐。我今天真的出场，好厉害！你去远方帮他应援。帮他应援，对球迷来说最大的惩罚就是我人在现场，但我不能看，真的不能来盖发言，不用了，不盖住，再远一点，不能，你那个正面最好的位置，在黑暗中，不要乱走。This I I want you you you， 我喊唱你加油。举球之前就先跳了嘛，逻辑上面是这样，所以就是跟漫画有点像，就是你还不知道举球员要给谁的时候，你就先打了。我要先跳起来，等举球员举给我，这样。那你要在空中掷更久哎。对，我要在空中等球过来。对，来来来，下一下下下。帅的帅的啦。来比谁在空中掷那个掷空时间较久。要助跑，助跑，助跑，助跑。好，好，我们要到这条线跳好不好？来来来，柳丁球给我，你也是那个排球选手啊。我还要，好，一二三，哎，你真的很高哎，你跳好高，真的很高哎，我
你跳好高哦，而且它是比较慢下来一点点，对，在上面待很久，这么高，然后竟然这么高，你们有看出来吗？有，不是我在乱讲话吧？不是不是，谁是很高？我觉得身高高有谁第二下来？那个陈宇。哎，但是你们两个在那个球场上比赛的时候，现场是有啦啦队帮你们加油的。不太常有。你们会不会很希望有啦啦队帮你们应援？会啊，真的吗？真的。来 ，Q 嘛。请你帮我们翻译，请他帮我们应援。他不需要先知道他们的名字什么的吗？名字：博翰。博翰。陈宇。陈宇。博翰陈宇。This time I want you you you， 博翰陈宇，加油！他是刚从韩国飞过来，是吗？啊，对，今天来了，今天来了。Q， 我真的可以，真的，啦啦队的。不要闹的好不好？好，不要闹。啦啦队的。好，加油。好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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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超级喜欢你们，加油！啊。球员比较可爱啦，有没有觉得被应援到吗？有，觉得很可爱，是不是？怎么样？很喜欢，很喜欢，很喜欢哦，很喜欢，也成功，加油！我就穿上去就可以，耶！你不要对着我坐，你不要对着我坐，我会打你啊！你可以跟我一起坐啊，怎么样？真的很喜欢我戴的这一套。我想知道他跟那个这是泳衣，这是泳衣啊，这个就是很适合在沙滩上，然后也很适合外穿，走在信义区上。屁呀！信义区这样吗？你这样去信义？没有啊，就是下面可能再搭个短裤之类的，就很上面太。我好难理解。信义区，很热哎，夏天很热，而且那个颜色会不会有点老气啊？不会，因为就是婉婷很白啦，对，各位皮肤白的就会很显白。或者是说他青春无敌，因为如果再过一个年纪，你穿就会觉得有点老。对啊，对，你敢穿这样在信义区吗？加个短裤，我不敢，我连在家都不敢。而且这件有一个很特别的点，就是它就是深 V， 就是开到这边。所以如果你胸部很大的话，就是你是就是会露非常多，对，就会很 sexy。 南半球北半球，假的啦，或者是去那个高级餐厅。可是我反而觉得这个高级餐厅现在怎么去高级餐厅？这个应该反而要没有什么胸部的才会时尚，因为如果你胸部太大，穿就会变肉蛋。所以你会穿这个去高级餐厅，然后下面可能配长裙，是不是 ？Bingo， 有能力。好期待哦！我期待你穿这个去高级餐厅。所以你真的想穿这件吗？我真的很常穿这件呢，就是去游泳啊之类的。高级餐厅也会，真的。那不然婉婷，我们给你一题啦。好，五星那个三星级高级餐厅，三星级而已。而且这个也很适合那个当小野猫，就穿上去就可以。好了，那你去宠物餐厅好不好？去宠物餐厅跟男友约会，然后一进去你就一直，因为男友很喜欢猫，然后你希望他不要看真的猫，你希望男友就是把你当成一只真的猫。哎呦，你这样一直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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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喵。好，那件红色你下面看要配什么？这件牛仔裤吧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就是这样搭起来就是很有那个宠物的感觉。瞎讲，来你去换吧。你看嘛，我都说那个颜色不对劲。欢迎，婉婷。嗨，你好。是。走个台步。然后要最好猫咪。猫咪感。好。那我。哎，椅位旁边有那个猫耳朵的发箍，要不要给你？哎，好，哎，好适合我哦，这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。这怎么搭？这样吗？对。好。OK。好。OK 吗？可以，婉婷，3、2、1，请走。
男生们，男生们，要不要对男生们瞄一下？来，瞄。那边近一点，近一点，近一点。喵，好远哦，喵，好远。你敢不敢靠近？你们有没有觉得是猫？你会觉得？怎么？有点像绒毛。对，你看吗？毛茸茸的，搞了半天男生喜欢这种，你们以为啊？等下你们是看傻眼，还是说怎么样？异常的兴奋呢。用冷漠的声音说出异常的兴奋。异常的兴奋。颜色你 OK 哦？我是觉得可以啊。你不要对着我坐，你不要对着我坐，我会打你啊！你可以跟我一起坐啊，怎么样？